这集跟大家介绍 Nugen Tuition 环境和设施，这是功课厅，哇，真宽敞舒适。来带你们进一号补习室，这里的老师都用投影机教学，有照片和视频讲解，容易吸收又高效。再看看二号补习室，哇，真充满活力。Nugen Tuition 都使用系统教学， Syllabus 非常完整，而且价格亲民。有看到对面的八号八房吗？肚子饿吗？来带你看 Nugen 的 Pantry Room， 可了，这里有 LG 滤水机，还可以边吃边看风景。是谁吃了没有收拾？忽然想洗个手，顺便带你们看看洗手间，这里两间都有热水器，洗个澡肯定精神气爽哟。介绍完毕，赶快和爸爸妈妈上来看看吧。